主料：黄豆半斤，糯米粉一斤半，辅料：花生米二两，白糖四两。白芝麻、黄豆焯熟，磨粉加入白糖适量，适量的加水，把糯米粉和乳上醋、花生米和白芝麻炒熟，加入白糖拌匀，取点糯米团，搓成圆皮，包入花生屑、乳醋，把包好的夹心糯米糍粑放入开水中煮到一个个浮起来就熟了，捞起沥干水分，倒入黄豆粉拌匀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